好的，兄弟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开始地面12级的预警任务啊，全程不消心，而且我准备了1400多发的微冲子弹，应该够了，应该够用啊。这是一级，好，这个小汽车要跑，我们现在在圣辉洛啊，圣辉洛还是，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吧，反正呢，就是代表圣恩地列斯的阿萨尔啊，去干掉这些罪犯。好，着火了，下车了啊，我们上不去了，看咱这警车不至于这么拉吧？哦，好家伙，还反击我啊！这就叫人性啊！我们代表阿萨尔去解决这些罪犯犯人，然后呢，他就给了我两星通缉，太过分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。去第二级啊，这二级有点远呀。好，在城里边啊。这圣安地列斯预警任务啊，还是要比罪恶都市难很多啊。到了后期啊，那些罪犯会，到了后期那些罪犯他会在车里面开枪啊，这就有点恐怖啊。跑了，走错了。这车有点不好控制啊，待会儿我们想办法看能不能弄到一辆摩托啊，警用摩托。老兄弟往哪跑啊？好家伙，急了，他急了。是俩美女啊，美女率先倒了一下地啊，炸死了。好，摩托。对，阿萨尔，好的，你说你这人这服务太好了，还送到我面前，那我就收入囊中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用摩托去完成这任务啊。摩托呢，还是相比较汽车来说，还很简单的啊。咱就不消心了啊，消心多不刺激啊，多没意思啊，对吧？还有就是，骑摩托的话，我们可以朝前方开枪啊，如果开车的话就不可以了。正好呢，我们这个任务啊是要追击那样的，在他后面怼他。这司机有点慌了啊，副驾驶探出头开枪打我，好家伙！反了你了啊！那么嚣张，那还两颗星啊，没三颗星啊。后边有人追我，在左边左拐，四级了。这地方。他刷的有点太远了，我的天哪！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期啊？上期玩阿帕奇的时候刷的还是比较近一点。两个人探出头来打我啊！好的，下来四个小姐姐啊，很嚣张啊！想跑不能跑啊，怎么能跑呢？对不对？你跑了我怎么办？三颗星了啊！阿萨尔打我，阿萨尔你太过分了，别翻了，兄弟，停，好家伙，如果我不拉他的话，他可能要滚到下边，从这里跳出去。好，现在变成了两辆车啊，一辆车放不下，直接爆了，可以啊。我打哪儿？打到油箱了吗？直接爆了。咚，
咚，好的，还有一个人要跑，再见。现在六级，三颗星阿瑟也不是很多啊。哎呦呦！啊，差点，吓我一跳啊！这边，哎，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会爆啊？啊，这也不爆，可能上一个突然打到邮箱了。好家伙，这！哎呦，有一个跳车了都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阿三儿，自己人呐，搞什么？还在后边追。阿三儿里外不分啊，胳膊肘往外拐。七级。好，来了来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哇，怎么了这和一个路人对干啊？看你们这阿三儿，他脑子不好使，犯罪团伙开枪打他，他都不管，可劲儿追我们。哇！等一下，这边阿三儿太多，我绕一下。好 ，OK 啊，哎呦，我看一下，我防弹衣不是很多了啊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啊，现在已经八级了。可能要涨到四星。五星的话就不好搞了。哎，就他一辆车吗？啊，还有，他分头跑了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哇，司机跳车了吗？我天哪！好家伙，你一个司机，你跳什么车呀、你？太过分了，弃自己的同伴于不顾。这里还有一个。好的，九级，哇，这有点远。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在城市里边啊，城市里面比较麻烦，要弯弯绕绕的。天都黑了，哇，啊，四星了，我天哪，我刚看见，哎，四星了，稍微注意一点。哎呦，这个位置是个打啊，可以打到，我以为打到。哎，太混乱了！哎呀，哇，太混乱了吧！
这阿 Sir 有点多啊，又是防爆车又是直升机的。哎呦呦呦，别打我车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些特警小哥哥。哎，往哪跑啊？那么喜欢跑是吗？好家伙啊，喷子。哎哎，怎么啊，好了好了，这大缸怎么回事啊？哇，我就不应该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太乱了。哎呦呦呦呦 sorry。 十级了。哎呀呀，我天哪，好家伙，一个一个玩杂技啊，圣辉洛杂技团。这里 sorry。 哎，你先走你先走，你急你先走吗？哇，搞什么？警民一条心啊！哎呦呦呦呦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哇，瞬间我的血量到半管了。来，我让你们警民一条心。哎呦，哎呦，哦哦哦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要炸了！好的，十一级。哇，哇哦，啊，这三辆车并排走啊，等他们先过去，我们从后边哎跟着他们。这个后备箱好像坏了。哇，怎么直接爆了呀？又打到油箱了吗？哦，不对，他们这个车本来就是坏的，开一枪他就爆了。好的，最后一集。我血量是够用的啊，毕竟在摩托上面。啊，我天哪，我刚看到我子弹，我子弹不够了，我天哪。完了，十二级最后一集，我省着点用啊。哦，我刚看到，完了完了，要废了。下一个啊！哎呦，哎呦呦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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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一集让子弹把我卡死了，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是，好家伙，阿Sir还给大家表演了个飞车绝活。完了完了，这废了，我得下车啊！但我一下车，我可能就被搞死了呀，怎么办啊？去枪店吗？这太不够意思了吧！试一下，尝试一下下车啊！好，开枪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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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哎 ，OK OK OK， 哎哎，我被阿 Sir 干死了！我天！再给我100发子弹！哎呀，我早知道前面不要那么浪费了吗？我靠！挑战失败了，下期再见。